第一张禁止，为什么你可以打？对啊，你他妈不是被禁止？你他妈作弊！错，为什么他妈又重来了？七个零，没有重来，他换牌。凭什么？我七个零可以，七可以指定人，零可以那个。为什么？零可以童话九九，玩童话九九行不行啊？对的，为什么不玩九九？扑克牌吧，都没有九九。这期居然没有扑克牌。九九是什么？童话九九。就是我要当大野狼。我不会玩嘞、欸。可以教你啊，只要有牌。狼出牌了。闭嘴啦！信不信我把你吃掉？三小，有丢假？丢零啊！丢六啊！白报，报报仇，报什么仇？现在啊，你丢什么？你现在绿色。哦，现在绿色。现在绿的了。绿光照顶。哈哈哈哈！哈三小啦。七。七，然后呢？啥？七是指定、啊，七换牌，七是换牌，七是换牌。对啊，两张牌不错哦。他牌比你还多。看一下，为什么你知道他的牌不错？你，因为神光跟我换啊。啊？为什么换牌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他要跟我换牌？七就可以换牌啊，指定跟换牌。这是三小啊，这是什么烂游戏？这买很久的规则。这游戏原来可以换牌吗？有啊，这游戏可以换牌，这真的可以。我可以揍旁边的人吗？这样什么牌？可以啊，你可以丢七或零啊，零就顺时针画。大哥，到颜色丢好吗？你会玩乌龙吗？所以呀，你拒绝那么久，是你不会玩乌龙？我会玩啦、啊，操你妈！哎、欸，不要，换谁啊？三小。为什么我刚刚突然不能动了？在干嘛啦？三小啊！我抽不了牌，他妈代换谁啊？我抽不了牌啊！三小，不是你会？啊，好，够了，够了！三小啊！为什么在换圣光呢？现在什么状况？现在什么状况？请问一下，我把你玩坏了。这为什么小王不想玩？哎、欸，你看小王拼999，我看你的999啊。